想看看有谁会暗赞，宣告无意名状的伤感，这是会有谁稀罕，盲目猜测风向去辩证，我在以后批判，可是特质掠夺的不安，我不解你是总在同温层里找温暖，像一个囚犯困在人际的牢栏，追逐普世价值的认同感，其实只是让你更平凡，用力彰显表象的虚幻，换取短暂的心安，太过在意他人自己内心的期盼，难道社会评价的负担比不上自己的灿烂？人群里站总是很简单，难怪记忆感泛滥，交换为数不心大声嘶喊，潮水推山将一切揭穿，人设就准备替换，就算转变自己的价值观，也当作在反串，太害怕孤单，于是总在同温层里找温暖，像一个囚犯困在人际的牢栏，追逐普世价值的认同感，其实只是让你更平凡，用力彰显表象的虚幻，换取短暂的心安，太过在意他人的观感，躲过自己内心的期盼，难道社会评价的负担比不上自己的灿烂？追逐普世价值的认同感，其实只是让你更平凡，用力彰显表象的虚幻，换取短暂的心安，太过在意他人的观感，躲过自己内心的期盼，难道社会评价的负担不上自己的灿烂？跨界合作，这个就是这题我来讲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你们有没有可能和饶舌歌手合作？因为你们是乐团，对，想要创出一点不一样的火花，嗯，就要跟一样不就要跟之前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，有没有可能在这次专辑会出现？哎，我说真的，我们这张专辑有哦，有哦，有哦，有，谁呢？这是哪一位？还没，这可以说吗？对啊，汉斯就去促成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其实找了一个大家从来不会想到跟小男孩乐团有关联的，对，但是又是鼎鼎大名，讲出来大家都会哇塞的一个人物，跟我们一起合作，还不能公布就对，应该可以啦，明天就会知道，明天就会知道，讲出来，讲出来，就是911的洋葱，911，洋葱，对，比较没有关联，出来好紧张哦。我听起来好像蛮违和的，但是还蛮有趣的。那我未听先猜，应该是一首 party 歌曲。又不一样是？不是哦，是一首情歌哦，情歌，内心的情，内心。
洋葱。其实这首歌我们是先有一个主题，想提想提，我跟着制作人，不是我提的哦。三句，那我就把第一句的就是我们的歌名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嗯，要三句，那就是一个主歌了，一个三，那通通是你唱。怎么唱？我突然忘记。Baby， 我已经不行。Baby， 我已经不想再努力，不想再哭泣。厌倦你的对不起，只要能离开你，让微笑变得容易。算哇，好听哦，生命力啊，哇，满满的生命力，真的浮夸。R&B 歌手，好强！对，因为有洋葱，所以我整个就有点饶舌的感觉。对，对，有一点。可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感受不出来洋葱要怎么唱哦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大家明天去听。明天去听。我感受到洋葱了。哦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那最后需要你们自己好好宣传，但是不要忘记用台语。哎呦，你们的惩罚。今嘛是准备讲台语的时阵。哎，你那在，我的可以帮忙一起，三个一起啊，那个专辑第四张，第四张，那个什么？第四张，小男孩，唱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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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四张唱片叫做《细汉囡仔》，安尼讲，安尼讲，细汉囡仔，安尼讲，囡仔，安尼讲，哎，大家都会使去。YouTube 啊，音乐去收听哦，去收听，麻烦听起来，听起来，听起来，好，听起来，好，好，动算，动算，多多加咱支持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好棒。你为什么在选举的感觉？多谢，多谢。